我撸掉一颗牛逼羊毛。哎呦，我去修吧，牛逼羊毛怎么鬼啊，修吧，这不就普通的羊毛吧，真是的作者啊。啊，是鬼。他咋修吧，我轻松给他撸下来，直接开撸。哎，不是修的吧，这怎么还撸不下来呢，我去。一个点赞多一颗啊。我去，一个点赞多一颗，我去，兄弟们。我不相信好吧，兄弟们，你们点点屏幕试一试好吧，我不相信还能变多啊。这要是能变多啊，我去斗地勤渣渣会了，真是的，兄弟们，能变多。哎，看呗，兄弟们，没变多。兄弟们，挖个毛线呀，兄弟们，我连一个都挖不开的，我就突然变出这么多、啊、我去，那旁边能不能过去呢，兄弟们，炸。结束了，兄弟们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要怎么过去呀、啊、我去，这么高的牛逼羊毛，这羊毛是什么羊身上长出来的羊毛呀，我去，咱们怎么办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后面这是什么、啊、哦，兄弟们，小姐姐，兄弟们，哎，小姐姐，哎，我去，哎，我去，都传过去，我去，哎，这是什么，怎么出来一个方块旋道，我去，哎，我去，这什么情况啊，我去，他这方块旋哪传出来的，兄弟们啊。这的呀，方块旋，我去，然后这个箱子咱们看一下，上面写的外面的小姐姐扣丁丁的人一人一个。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扣丁丁的人外面小姐姐一人一个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赶紧扣丁丁呀，我去，是鬼。而且这个小姐姐该不会是方块旋的老婆吧，嘿嘿，兄弟们，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箱子吧，是什么东西好吧，兄弟们，哦，核弹，我去，还有一堆牛逼的神器。那这兄弟们撸掉这个牛逼羊毛，这不是轻而易举吧，兄弟们，看我的真板斧直接开始撸。没事，怎么还有无尽斧，还有无尽镐，真棒 bug。 哎，是你逼我的，作者，看我的核弹，兄弟们，这核弹又炸不开啊，我去把渣渣灰给吃了，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直接炸开。哎，渣渣灰，我来了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羊毛呀，我就核弹都炸不开，我去，什么羊都产出这样的羊毛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那咱们要怎么过去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方块旋有啥用啊，兄弟们，还是杀马特女装方块旋，我去，怎么和他对一下话，兄弟们，哦，原来可以换东西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五彩斑斓剪可以换个五彩斑斓锅好啊，咱们这个五彩斑斓剪咱们是剪不开这个羊毛的，所以呢咱们需要换这个五彩斑斓锅，兄弟们，直接换下来，嘿嘿，兄弟们，这下咱们都可以，我来了，我直接全部给射开，轻松过关，兄弟们，哈哈。然后兄弟们，这边有个可爱的妹子，哦，兄弟们，可爱的妹子上面写的关注 QQ 带走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关注 QQ 带走，哦，兄弟们真不错呀，兄弟们，赶紧 QQ 啊，跟那个点关注 QQ 啊，我去。super 大西。第二关，这是什么类型饮料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啥呀，兄弟们，营养牵线，我去，这什么盗版饮料呀，我去，咱们看一下选项，果汁饮料啊，兄弟们，这肯定不是果汁饮料，好吧？牛奶饮料，碳酸饮料，那兄弟们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牛奶饮料的，真是的，兄弟们。营养牵线，我去，嘿嘿，兄弟们，轻松过关。关注答这是什么饮料？我去，该你们答了，我去，这什么饮料？兄弟们，雷碧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一下这什么类型饮料好吧？